原神中的那些合理和不合理都水神被宣布判处死刑，那我们抽什么？水鬼吗？听闻水神死了的传言，其实也不必太过悲伤，毕竟上一个被杀的神明到现在还在骗吃骗喝呢。所以你们有带钱吗？这是路易十六的快乐鸡，而这是枫丹水神的歌剧院。曾经网友表达对老米的情感是怒骂策划没有心，而现在我祝愿策划与我福同寿。当你有达达利亚时，就会看到公子打自己周本，公子同事打公子周本，将来公子师父还要打公子周本，俗称打工人。都说了不要把角色和 CV 融为一体，这是戏里的纳维莱特。背负原罪而生的人们呢，去找寻埋藏的真相吧，在一起沉默之前。而这是戏外的他。专业哥们儿只能说专业。东东小圆帽出击。